所以大家譬如話有啲咩，趁冇乜人，即係人少少問咧，吹水咧，都不妨呢段時間，即係譬如話有啲女粉係即係 Ricky 啲，即係多一句即係暗戀咗 Ricky 一段時間，而又想表白，而又唔想咁多人嘅面前表白嘅話咧，呢段時間都係非常之合適噶。哦，但係如果表白你咧，向你表白咁點算咧？棍嘅同我死開，女嘅其實冇乜所謂，我人係即係咁啊，係又內向，你又冇女朋友嘅係咪先？又膽小，咁又啱。係啦，我又唔識同。信得過的人分享，所以都 OK 的，勉勉強強。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.